海洋委员会昨天宣告安泊台湾队正式成军，共计155艘台船加入美国自动互助船舶救援系统，未来对于全球互助海上相互救援，台湾 can help。 台北101大楼也点灯向海巡致敬。海巡署的报案专线18，民国90年启用至今，成功救援了4593船，25319人。昨天晚间，101大楼也点灯致敬海巡英雄。由美国海岸防卫队发展的 Amber 海上互助救援系统，可帮助全球的搜救单位在事故区域识别成员船舶，让救援协调人员调度最适合的船舶去救援遇险人员。台湾已经有155艘船只加入安泊计划。